我以为还不是时候。身体呢，已经准备得够好了，你只要记得我说的，忘掉过去，从零开始，试一试。你的目标不是白姓和黄姓，而是一个准确无误的动作，忘掉胜负，忘掉结果，找到最正确的感觉，去完成一次最完美的沙发就可以了。您这句中文说的最好。这么晚怎么还在这儿呢？等你啊。哎，你在射箭队这么久，是不是从来没好好学过射箭？我没吃过猪肉，还没看过猪跑吗？那么简单，不就是啪？哎，这给你嘚瑟的。射箭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。你这样，今天我也没事儿，我教教你。啊？啊什么啊？来来来，来，像我这样站着啊。嗯。来，双脚与箭同宽。面向右方，嗯啊，来，箭已经给你打好了，把弓拿着，对应虎口推啊，嗯，哎，对，虎口推向这里啊，好，我把相片，这个，对，好，很好，非常棒，果然是有天赋啊，我举不起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帮你一起啊，来，来，用力，来，瞄准啊，嗯，三，二，一，放。我就天才，真厉害！你愿不愿意让我倒插门啊？我是说，我要完成所有目标之后，这只是订婚，我之后会好好娶你，现在就。
小狗啊，可乖了。那挺好的。哎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谢谢。过几天啊，我男朋友就要回来了。男朋友？嗯，怕是租来的男朋友吧？你才租来的呢。哎，你不是没男朋友吗？嗯，你男朋友哪儿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多高？不告诉你，猜。走吧你，反正一共就四个数字，排列组合一共一万多种，我自己试。
干嘛呢？睡觉啊。不在床上睡了。赶紧睡吧，明天不是要上班吗？完了，我今天要测评考试呢。完了，迟到了。你怎么不早叫我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下午去刘教练那儿，等我训练结束之后，我去找你。嗯，好。放放，早啊。走了。哎，你注意安全啊。嗯。又是这个。芳芳，先收拾一下桌子。哎呀，好乱呀，收拾。6月20日，晴。今天许芳走了，接下来的日子最重要的心愿是，希望顺顺利利找到工作。让芳芳可以放心。7月31日，阴。在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告诉单位的人我有男朋友，却没有人相信我。8月15日，晴。真的好想大家，想念和宁月一起在学校外吃路边摊的时光，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过得怎么样？9月1日，晴。一个人看电影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但是心里却装着另一个人。把肩都放平了，啊，保持一条直线。哎，不对，来，肩膀压低。我平常是这么教你的吗？教练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射我比较舒服。听说我们以前学校有一个神射手，就是我这样射的。先做好基础，再学别人坚持自我。你要是每支箭都能不出黄圈，我叫你师傅行吗？来，放平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晚刚到。臭小子，你就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呀？我这不没来得及吗？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来，
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新收了一帮队员。来，大家都听一下，过来，集合。大家知道这是谁吗？这就是我们学校培养的著名运动员许放。许放，冲不过去那个吧？许放师哥，你跟我们说几件吧。哎，今天就算了啊。许放师哥刚从国外受训回来，非常劳累，需要休息一下。改天给你们好好露两手。好了，大家看到了，你们的目标就站到这儿，未来就靠你们自己了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好练吧。谢谢教练。谢什么谢？他们啊，都把你当成偶像，你一定要保持神秘感。许芳，接下来的比赛对你来说是一场真正的较量，自己对自己的。我想那时候的你，才是真正的许芳。你好，我。我。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跟他闹着玩呢，这就抱回去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找一下李基石医生。那你有没有预约呀？我是她男朋友。哦，传说中的男朋友呀，今天算是见到真人了。这就帮你去叫他，长得真帅。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我都行。那你跟我走吧。你明明有打算了还问我，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明明可以给我打电话。那样的话，你们医院的医生怎么知道我这个男朋友不是虚拟的？许芳，你是不是偷看我小本儿？走，你说你是不是看？等一下，那个心愿本来就是我让你写给我的，我怎么就不能看啊？而且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每天一条一条的帮你实现。坐飞机了、这边变得好热闹啊，多了好多小吃店、你是不是都想吃啊？我的梦想就是吃遍天下美食。成，我今儿就带你啊，先把这儿吃了。哎，那你看，还饿，受不了，吃吧。这是内院吗？不自己家人。哎，好像是哎。旁边讲的是新书单。爷爷。十个，你们怎么都在？你们叫我起来！耶！哇！耶！哇！想你了，想死你们了！你们都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都挺好的啊，都挺好的。还行。你俩结婚了？啊，没有，我俩订婚。对，我们过一阵再结。订婚都不叫我，我还可以为你们摇旗呐喊啊！不是，这不许胖不在吗？你一个人，你看着不受刺激吗？这不看着不馋吗？得了吧你！订婚没叫我，那这顿饭就当是补上。
哎不哎不是，这顿不能算，这顿是要你请的呀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、啊，为什么？不是许芳说你想见到杨小姐呀？啊？哎，你来了吗？这还不是因为某人有一个心愿，说想跟大家吃学校附近的大排档，是吧？啊！我请，我请。行了，坐下吧，坐下吧。你俩这点许愿，咱们满足你。嗯。你们两个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我们不着急。哎，兄弟，忍忍吧，女人就那样。哎，你怼我一下干啥呀？你说谁呢？人家迟迟等了许芳那么长时间了，真等到退役以后再结啊？你说你要真成了职业选手，以后经常出去比赛，你们两个都得那样聚少离多啊？你像上次迟迟生病或者有什么急事儿，你都没法在他身边照顾他。哎，我们今天不说这些了。对，你说这干啥嘞？今天不是来跟许芳结婚了吗？对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许芳，你不用这个，你得用这个。哇，你们都九阳啊！九阳太好了吧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来干杯！干杯！多喝点，林夕是难得请客啊！快点，你之前不是有个心愿，说想跟我包场看电影吗？哇，真的一个人也没有啊？嗯，包场啊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？嗯，干嘛呢？我是说，你可以把鞋脱了，把脚放上去，没有人吗？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放学了，要不然咱们俩过去坐会儿，那边有长椅，还有自动饮料机。还是别了吧，马上就到家了。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娶我？啊？啊什么？不是吧，你小姑娘年纪尚小，花容月貌，大好前程在远方啊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跟我说清楚。哎，大广场这么多人，你向我求婚多不好。走走走走。哪有你这样的？我们都认识一辈子这么久了，谈恋爱也谈了这么多年，我还等了你一年多。你现在居然说是我跟你求婚？难道不是吗？
真生气了。啊，好，我错了，错了。然后我没有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，我，那你答应了。看你表现吧。白养你这只狗了。哎，喂，你看啊，前面就是超市，今天想吃什么，我做给你吃好不好？吃个啥？我吃不下。我今天亲自下厨给你做，怎么样？机会难得，只有今天。一天天的就知道吃，撑死。一定要去吗？是这样，过几天有个全国锦标赛，刘教练就帮我争取了个参赛资格。如果这次发挥稳定的话，就有进国家队的机会。去比赛，真的没问题。我知道你从国外回来一定有把握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最后到底会怎么样，但是我必须得去，这样才能知道我这一年的结果到底如何。芳芳，我走了，照顾好姐姐，听见没有？拜拜。许放，和你分别后，我忽然发现自己长大了。长大了的感觉，就是不会再为独自一人而难过不安，因为心里好似有了一些不可动摇的东西。
师傅，去机场。哎，好。看着你一路努力，我也要成为全世界最好的自己，才能配得上。小心台风。你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你们来干嘛？非要来，他说上次没来，这次不能再错过了。不然放哥要是真进了国家队，我们想看他比赛可就不容易了，还得飞国外。那你照顾好师姐啊。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他这腿现在还有钢钉呢，可是机械腿，厉害着呢。哦、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悠着点，悠着点。忘了哪儿了？哎，老王，你慢点，你等我一会儿。你快点呀，早上就因为你墨迹差点没赶上飞机，你现在还磨蹭，就你这样怎么创业啊？老婆，你这包太沉了。不是，我那意思，我说咱早上打个车能花多少钱，你非得跑。咱不是要省钱吗？不是，咱省钱。哎，不行，我这腰不行。你俩怎么来晚了？还磨叽？你怎么这么爱磨叽呢？开始了，你看你俩。开始了吗？啊，上了，马上了。欢迎大家来到全国射箭锦标赛的赛场上，这里云集了全国最强的射箭运动员。现在即将开始第一场所有选手的排位赛，请大家拭目以待他们的精彩表现。